棚架高高搭起，放眼望去，每一张圆桌都坐满满，他们可都是一家人。喜，恭喜，发财。年纪最大96岁的高祖母，最小40天大的玄孙，台中太平张氏家族，初二回娘家大日子，600人大阵仗，同时回来团圆，祖厝满满都是人，团圆饭还得分批吃。你个讲早起是几多？百碗筷忙备料，一大早张家人就忙得一刻不得闲，就怕慢了一步，团圆大餐不能准时开动。其中一位张家人是知名巧克力创办人，带来一整车的巧克力发送给亲友。你今天准备多少红包要包？我也不要说啊，包我拢包好因呐啦。而上百子孙想拿高祖母红包，也要一一排队。虽然不是每个亲戚都认识，办一次初二团圆活动，少说都要花上百万。但五代同堂的张家人心甘情愿，只为延续这样的幸福滋味。记者台中综合报道。